手的必杀技扫面法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六。再来呢，这个一下来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哎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下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再来呢，这个五下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四上来，这个四下来，这个就是四。再来呢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好，我们看第七宫哈，这个从这边来说，它的六杀过来，那这边产生是八六和九六二，这边的产生六二三跟六五四，它的交集是六二，所以是什么 ？H 力是六二配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看 B1 就是什么？怎么配？六一配，六一配哈。好，我们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第九宫差多少？这边差七八九，这边差三四，这边有三放什么？四，这就放什么？三。OK。那我们可以知道 B1 是什么配哈？二四配哈，那这边不能放四，这就放什么？四。OK， 只是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那我们看第七宫差出来五七哈，这边有七放什么？五，这就放什么？七。OK， 那我们到 A3 是什么配哈？八七配哈，因为这个八过来，这个一定就有这个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那也知道是什么配呢？啊，六二配哈，六二配哈，这边六二配，那三多也表示什么？一四配，一四配哈。好，这边也不知道放哪里哈。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是八。好，那我们 B1 也是可能怎么配三八配八三哈，那只是这边不知道放哪，这边不知道，又可以知道这边有八放什么三，这就放什么八，第二行差一个就什么九。好，那 B1 也是，我们说 B1 二四配嘛哈。好，那我们看。第一宫差多少？五七哈，这边有七放什么？五，这就放什么？七 ，OK。那我们再来呢？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，再杀下去，这个七下来，这个七下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好，那我们知道 B2 是什么配？一七配，一七配哈。只是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那我们看第八宫差多少？八九这边有九放什么？八，这就放什么？九。OK。那我们给 H3 是说啊，八七配哈，八七配，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那我们这个八杀上来哈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是八。哦，那再来呢？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哦，那我们知道 B3 是什么？八三配八三八哈，啊，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九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九。那这个差一个就是什么？一。OK， 那我们也知道 A1 是什么？一九配一九配。这边不能放，这就放什么一啊、哦？我们也知道
19配巴多野，巴多野保什么74配哈，那这边也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再来看什么呢，这个二杀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好，那我们看第一列差多少，45哈，这边有5放什么4，这就放什么5，这差一个就放什么，就是什么3嘛，这个3杀下来，这个3过来，这个就是3啊，我们可以 B 知道 B 实力是什么配，72配，72配，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8过来，这个就是8，我们说的87配嘛哈， A 实力是87配嘛， OK。那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好，那我们也知道 B 实力是什么，46配哈，哦，46配嘛，因为我们刚刚说的一多赢嘛，72配那一多赢了嘛，那就46配，这边就是什么是，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九，好，那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九。那我们知道好 AB 随意是什么，95配，95配，这个就是什么5，这个8过来，这个8过来，这个8下来，这个就是8、哦，那我们 B 随意是什么，72配，72配，这个就是2，那这个2杀过来，这个2下来，这个就是2。好，那我们也知道 A2 是什么，21配，21配，这个就是2。好，那 A2 也是什么，什么配，89配，89配，这边不能放9，这个就放9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3杀上来，这个就是3。再来这个3过来，这个3过来，这个就是3。那我们看第5列是差一个就什么6，这个6杀下来，这个就是6。哦，那我们也知道是什么 B1 是16配，16配嘛，OK。啊 A2 也是什么配，76配，76配，这个就是6，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5， OK， 那好，在这边差一个我们把写上去，就是什么4。好，这个4过来，这个就是4。好，我们刚刚说的24配啊 ，B1 24配，差一个，这个差一个就是什么5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分享出去，使更多时间体力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读书读顺序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，麻辣。